下雨啦，今天小区解封了，而我们这栋楼还没有解封，因为五天前有一个19栋的人到我们这里有接触，我们被关了五天，我感觉还好，政府免费发放了一次，但是远远不够，发放了一次物资，但远远不够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天需要解封。好郁闷呐，天又下雨了，温度又降下来了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如果住户不吵，物业永远不会发物资。他们也许扣了政府发放的物资，然后给那些志愿者发工资。过年年底都是在搞钱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完全可以解封我们这栋楼，因为阳性不在我们9栋，而在19栋，所以说内卷经济由此便开始。